它本身在吃果子了，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啊？这橘子吗？啊，什么柿子？哎，这么小个的柿子啊？你戴帽子这样才不会那个有光，是不是？放大镜。哦，放大镜。 树有什么特别？柿子树啊，柿子树，柿子树，特别吗？台北很少，因为台北你要看到柿子很难看的啊。